到什么？你们快点啦，等一下跟你说。因为装了微型摄影机，就算你人在外面，只要透过手机，一样都可以知道是谁来到了我们家。啊？那我在家里穿性感内衣，不是也都被拍起来了吗？会不会已经被上传到什么色情网站上去了？周一至周三晚间九点，我家是战国，就在公共电视。